为墙彩绘是即马真侪社区推广社区营造、表现社区特色的一种方法。花坛乡农会为着要表现花坛乡的特色万年花，今年是甲国际胡伦社合作，伫农会七尺的围墙进行彩绘，来表达对珍惜水资源甲爱地球的理念。中华花坛万年花产业退市行，农会三年外前带头转型，以文创协助传统产业复兴，用安全无毒的种植农业努力。用地75年的七村，由新一辈是成为万年花坛梦想馆。七村老旧的外墙，最近是由百名大学生来彩绘，古锥的吉祥物画伫壁顶，是非常的吸引大家注意。相关来看啦吼，咱今仔日有个改装啦吼，今仔日来呈现的这个这面墙是由胡伦社来做一个捐赠吼，咱农会的部分啦。啊，伊要推广的这个概念是珍惜水资源啦吼，啊，爱护地球的跩理念啦。要来推广吼，大家共同来爱惜咱的地球啦吼。啊嘛，邀请咱的好朋友吼，啊，搁来咱的梦想馆行行看看。花坛农会办咱的默默含情民歌嘉年华，啊，唔呐讲有好听的歌，啊，搁有咱花坛的这农产品，啊，像茉莉花，啊，搁有咱花坛的石狮哦，啊，一只拢看会到，啊，买会到，食会到吼，所以欢迎咱所有花坛，啊，咱各位的好朋友会当来到咱的花坛农会，做伙来品尝咱花坛的农产品。花坛乡农会今年是配合国际胡伦社3460地区中华总共14个社团共同捐赠经费300万，找来建国科大商业设计系学生设计图样，结合当地地标、农特产，并且宣导重视水资源，彩绘出相当天真活泼的壁面，吸引游客翕相。胡伦服务人类最重要的行善活动，就由净化社会开始。净化社会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所有的人们能够享受到居家的美丽的环境，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从我们社区彩绘开始。为了要让胡伦社的国际交换学生更加融入台湾文化，活动中也邀请观众手联谱师为外国学生进行面谱的彩绘，将台湾特有的庙会文化呈现在少年的外国学生的面呢。我喜欢台湾，台湾人很美啊，我喜欢。对，花坛农会万年花梦想馆除了介绍万年花产业演变的过程，还有亲自 DIY 的空间。未来阁会当体验万花，希望会当吸引阁较侪族群熟悉花坛的产业。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